主要是太年轻了，他应该早就发现了。都多长时间了？完了，这不始终六七年，以前多能喝一顿能喝十缸都不咋地啊。他也是喝酒喝的不吃东西。他是他的纤维肝硬化还是啥呀？哎，说不准啥玩意儿。完了就是那个门那叫什么那啥呀？咋的？高压呀，门脉高压呀，好。他应该保养了，注意的。啊，你有这病没看吗？咋没看？哪看的？哪儿都走了。他那玩意儿。今年不喝了，始终保养。完，今年这那叫门脉高压呀，就导致心脏不有根儿吗？有连接处吗？嗯。啊，吐血吐老了。属于啥病啊？属于肝硬化的一种呗。他应该是后期肝硬化了都。都晚期了都。平常跟好人似的，就领令昨天就那啥了。多大岁数？41呗。太年轻了，41。咋的？他科长。谁呀？他科长。我们单位的人呢？啥病啊？肝硬化。肝儿的。那以前不知道啊？知道，始终保养的，也不贪黑也不啥的。这段疫情我估计。可以喝的就是喝酒喝的，不喝酒。一下就没了。吐死了。不喝没事，就是不大。41多，你多年轻呢？哎，好了。那几个孩子呢？一个。走啊，宝贝。一个呀。太年轻了，主要是不年轻。你这到他妈七来岁无所谓了。不是，你拿我60多都行。嗯呢，拿我60多都行。完他妈的，他是纪检科长，我们这段时间。挺干净的那脚。难得看到这么干净的脚，你是不是特意洗脚了？昨天晚上洗。白白胖胖，你十几了还？17呀、啊。嗯。你长那个娃娃脸。是吗？嗯。那你上哪玩去？青岛。上青岛去？嗯。这个时候你还敢瞎走？弟兄眼力去吧。那也不能瞎走。你们看呗，不一定救救人。一个小钩子。这屌。这小的也有点啊。最小，反正没敢上来。你这个咋整？踢了。自己捡，我也不知道，从小这样。从小就缺一块，嗯，从小就黑一点。那估计是你妈在怀你的时候营养不良，是吧？嗯，营养不良导致这脚趾盖缺了一块。挺好，挺干净。一年都难得遇到几个这么干净的脚。你看看这个嘞，你自己不敢剪啊？嗯呐，自己剪不行，就是疫情的时候自己剪一回，那更难受。剪完之后不剪。嗯。它这个根儿不有点不好剪，主要是。稍微有点肿，但是不厉害。挺干净，他不哭断，他不能有这么疼，是不是得有2年没看上你了？嗯呐，他不长了，我也没啥事，有的时候我修脚我就在那哪浴池。那你得抠坏他来看看我呀。嘿嘿，那2-3年没看上你了。老弟呀，疼他妈死！那上次整完之后人没了，找不着了。不懂过来。完，我自己拿个指甲刀在家弯着的，我操他妈！你这回要是不抠坏，你还不能来。嗯呐，越弯是越疼。太短了，就是。
小叉子不小。这边呢？这边都整整吧，是不是？我随便你啊。说句良心话，你这是专业，一比那个浴池那修脚，那他妈的他没他妈给我抠一次贼鸡巴疼，抠一次贼鸡巴疼。你不来呀，不来看我呀，你再不来你都看不着我了，我饿死了。真是饿的。